当今很流行的歌，一首是大山的子孙，还有九妹九妹九妹妹妹，应该是唱火红的花蕾。对，对，因为他主调是跟这样一段。有一些朋友你们对了，谁呀？你为什么要从第三句？对，你为什么要从第三句？九妹九妹火红的花蕾，对啊，你要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。舞蹈，我是后面那个拔高的。九妹九妹，我的九妹。我懂你，虽然你觉得我是坨屎，但我懂你。我从来就没有，大家 replay， 我从来没有说过。OK， 好，那我们韩刚挑一句，韩刚挑一句。这两首都不太想选吧？因为都没有听。那还有一首，爱情不是你想爱想爱就想爱。不要不要。那个九妹是怎么唱的？九妹九妹，我的九妹。挑哪个？好好的从那个美国学完回来，大山的子孙，你何必要问一下？他认真的学了九妹九妹，大山的子孙，好，他海涛一个最低的大山的子孙，从你开始最低的啊。大山，这个报废吧。我来低的，我来低的，可能不能播出。我来低的，因为就算播出也听不到，对吧？大山的子孙哟。行，往上一点。大是哪个调？就他再往上高一步。大山的大，对，老师来。大山的子孙哟。好，来。没走调，没走调。再往高一点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大山的子孙哟。你前面都没拿麦，就一个我拿了麦。大山的子孙，到你，再往上。应该是这样唱的吧？你唱。大山的子孙，呀！我觉得你挑的这首歌不适合韩庚。那我们换一首吧。好随意啊。好吧。九妹家族的哦，可以吗？这可以提前曝光吗？还专辑还没发，就一句吧，专辑没发，就一句。我们那边录的时候，录这首歌的时候，韩庚去探班了。对对对，当然是为了他演唱会录宣传词了，找我们。他就是去探班，他是去探班，乐乐是去拍宣传词。Oh, OK， 对吧？哪一句？哪一句？嗯。绽放你最美的微笑，你的喜。最最重要，我就唱一句吧，有唱一句吧，就唱一句吧，就唱一句。绽放你最美的微笑，就这句，就这一句，好不好？来，我觉得这样，女生就别参与了，因为男生的调和女生不一样，直接淘汰了，不是淘汰。我们俩在旁边嬉笑，他们也唱啊，我知道，就是因为他们在往上爬那个坡，那个声音就会乱掉了。怎么就乱了？淘汰了我们，没事，我们认了。海涛，如果你唱的不好的话，就过去跟女生站到一起。对，你们这样，你们爬坡一二三，爬到最后韩庚最后爬一个。OK， 好，来，哇，几档啊？几档？四档。好的，韩庚四档。OK。绽放你最美的微笑。跑掉了。好了，我唱第一个，我那调不准，对我唱第一个。不是，不怪你，还好不怪你。OK。绽放你最美的微笑。哎，有点跑。绽放你最美的微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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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